哎呦，各个雄赳赳气昂昂。对，我们绝对可以很轻松的超过女生那些成绩的，对，注定超级高。很好，就是要这种自信跟气势。来，谁第一棒？我呱呱先，呱呱可以的啦，可以的。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一棒比一棒还要厉害啊。No， 呱呱呱呱一定十分。啊啊，这没有押韵哎。而且怎么可能十分？对啊，是五分啊，怎么可能十分？五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请开始。哦，哎，真的十分了，不行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对，你看我就说呱呱呱才不会十分，耶！喂，好了，十分都不开。呱呱的成绩是十公分，怎么可能啊？我还了呢啦。他有到30，他摸到30公分，你知道吗？有吗？他就十分，他就没有吧？还是他刚摸到30公分？我再一次，没有再一次了哦，呱呱，当下就必须要做到最好的状态，把握当下，好吧？只要把握十分，好，没问题。阿明可以很高分，请就位。我刚刚观察到，各位女生，其实啊，这个游戏这个比赛的诀窍就是呢，尽量延伸。对，哦，我刚刚想到了延伸三式，来了，首先延伸第一式，蛙式。十分，十分，下面是自由身，哇，进步了，进步很大。延伸第三次，也是，哇，哦，有27公分，哇，游泳也很厉害，不错，延伸三次，一次比一次厉害。看你了吧，加油！加油！我一定很厉害。有大树那一招，加油！两次，好，延续男生的气势。对对对，就这样子。哎，压下去，要压到板子，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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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板子，我碰不到板子。碰到板子的地方是6公分，6公分。老师脚比较长，应该可以加分吧？对，对啊。老师他脚太长了，对。老师，成绩呢是自己争取的，不要怪东怪西，好吗？这一回合的比赛，女生获胜。好，是啦，给你们赢。大树、呱呱，不要灰心，不要忘记，待会呢，我们的经济独立项目一定可以拿下冠军的。对，没错，我一定会赢。不对呀，我刚刚看到晶晶在练习经济独立的时候。撑很久，很厉害耶！我们会输啦。大树，对自己有信心，对我们有信心，我们是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经济独立，不怕晶晶。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！我们有！一二三，晶晶，晶晶，绝对第一！对，很好，很好。各队的气势都非常好，不过记得是个人的表现成绩哦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就向右看齐。向右看齐。这只手来哦。向前坤。很好。待会呢，我们要来做的就是金鸡独立的测验。顾名思义，就是选择一只脚，不管你是左脚或右脚，就要单独的站立，保持平衡，不可以碰到旁边的人哦。好，好，好的，好了，准备好了就计时开始。好，下，不要碰到我，大家加油，加油！我要脚红，你干嘛拉我啦？哎呦，不要被受影响，加油了！对嘛，不要影响别人。哎，小红跟呱呱被淘汰了，你干嘛推人家？小福也淘汰了哦。哇，阿宁不错，加油，阿宁！我也不错，老师，真厉害哈！真的，你真的被淘汰了。哇，剩下晶晶跟大树哦，加油，两位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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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到！晶晶跟大树的两位表现非常的优秀，这一回合的比赛，男生女生各得一分。耶！等一下，还有我们刚刚第一回合呢，也得了一分，所以我们是2-1，女生获胜，谢谢大家。女生获胜。老师要比第三场啊，3战2胜。对啊，还有吧。男生不要这么认真，我只是转换成趣味运动会，不是真的比赛啦。
测验，测验个人的成绩最重要。对，好了，那纵观大家的成绩呢？哎，不会是体育课就是男生比较优秀咯？所谓运动家的精神是什么呢？胜不骄，败不馁。所以男生们是不是要给女孩子一点赞许呢？哦，赞许，好棒哦！掌声！好，那我们下一次即将要来测验的是一分钟大家跳绳的次数谁最多下。好了，我也需要多多练习喽。下课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拜拜。我会跳绳哦。那是那种两脚跳的，还是这种？我还会教他的。哎，我怎么会这样？我跟你们说，我跳绳都这样子哦。